是70元，但在6个小时以后，它就会以700元的价格出现在东京的超级市场中。小小的门框，捡完君子的人们拿着钱笑着走了出来，而卓玛挤在人群中，心里很是着急。刚刚过去的一整天，卓玛和妈妈走了11个小时，但捡回来的松茸品质一般，并没有花到多少钱。而且森林的雨季即将过去，而雨季一结束，那便意味着松茸生长的季节也结束了。他们回到了家，烧起了柴火，在暖暖的火焰中祈祷着明天拥有好运气。又是淅淅沥沥的下了一整夜的雨，这对卓玛来说是个好兆头。一场大雨会让原始森林里面各种野生菌都迅速疯长出来。果不其然，今天他收获满满。轻轻地拨开松针，浑圆而饱满的松茸静悄悄地藏在其中。等松茸出土以后，卓玛再用地上的松针把菌丝掩埋好，只有这样菌丝才不会被破坏，自然才会继续给予馈赠。和松茸一样来自于自然馈赠的还有另一种来自山林的极品美味，竹笋。取最新鲜的冬笋切成寸段，下重油与生抽，再加各种调味料，一道新鲜甘甜的油焖冬笋便出炉了。而在中国，有很多赖以竹林生活的人，老包就是其中之一。他是浙江人，在他的毛竹林里长出过遂昌最大的一个冬笋。因为日积月累的与竹林打交道，每次到了要挖笋的季节，他只需要抬头看看竹梢的颜色，就能够知道竹笋的准确位置。一根锄头，一把小刀，先找到4年生的竹子，顺着竹边挖，一点一点地刨开泥土，换用小刀轻轻刨取，不伤根。笋取出来之后再盖好土，就地利用自然可以保鲜2周以上。老包去掉笋衣，今天的菜单是家常笋汤，咸猪肉、笋各放一半，在柴锅中煸炒，再加高汤慢炖，咸肉的烟味和笋的鲜味相互交融。这道被称之为腌笃鲜的江浙菜中，主角应该是春笋，但老包没那么讲究。即便是价格比春笋贵上20倍的冬笋，也只不过是自家毛竹林中的一个小菜而已。而再过一个季节，春笋即将代替冬笋，就成了另一道腌笃鲜。再从浙江一路向西南1500公里，便抵达了柳州设下的竹林。和老包的毛竹不同，阿亮的竹林生长的是大头甜笋，虽然鲜嫩程度比不上冬笋，但放到柳州的螺蛳粉中，这却是不可或缺的酸笋原料。花生、酸菜、木耳腐竹，再加上酸笋，淋上一勺酸汤，香而不腐、闻之开胃的螺蛳粉出炉了。今天阿亮家的大头甜笋砍下来已经快要2个小时，这时候笋达到了呼吸作用的高峰，4个小时以后，这2筐大头甜笋就会软块腐烂。阿亮全家剥笋的速度全都加快了，等到处理完成，再将笋放入大缸中，满满一后院。阿亮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全都要检查一遍，透过光看看酸笋的成色，判断何时才能出缸。纪录片的最后，卓玛和妈妈在短短的一个雨季挣到了5000元，这个收入是对他们辛苦付出的回报。老包又扛着锄头上了山，阿亮趁着月色一遍又一遍地检查着竹笋。时光交替，雨水再临，荒草转绿，生生不息。